through us. Revive thy church with life and power. O breath of life, come cleanse, renew us, and fit thy church to meet this hour. O wind of God, come bend us, break us, till humbly we confess our need. Then in thy tenderness remake us, revive, restore for this we plead. O breath of love, come breathe within us, renewing thought and will and heart. Come, love of Christ, afresh to win us, revive the church in every part.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作为的。君王不能因兵多得胜，勇士不能因力大得救。靠马得救是枉然的，马也不能因力大救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耶和华，求你照着我们所仰望你的，向我们施行慈爱。我们来唱诗歌，齐来谢主，向他来敬拜。是的，千秋万载你永为主，千秋万载你永被高举。我们今天起来敬拜，起来称谢，起来歌颂这位至高永恒荣耀的创造者。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是那一位我们可以相信可以依赖，不单单照顾我们今生今世，你也照顾我们永恒永远。主啊，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众人的心一同谦卑仰望在你的面前，使我们俯伏谦卑在你的面前来仰望你救恩的手。愿主你施恩的手也临到我们众人面前，临到我们众人心中，临到我们众人的家庭。神啊，愿你保守你的儿女从四面八方一同以心灵和诚实来到你的面前来崇拜你。神啊，你愿意我们如此忠心的来仰望和高举你的圣名。愿神啊，教会当中凡属你的一个都不失落，
在这段时间，我们求主继续的保守教会，能够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衷心的在每一个主日到你的面前来仰望和敬拜你。在教会当中有些年长的肢体，也求神为他们预备机会啊，也帮助他们，无论他们的儿女或者他们的这个孙子孙，他们都能够帮助他们这段时间不但持守崇拜，也能够亲近主。神啊，我们也特别的祈求，愿主能够怜悯，使这片土地的瘟疫得到完全的医治啊，使这个我们教会能够恢复崇拜，一同来敬拜、团契和侍奉。求主来帮助我们，再次将今天的这样的崇拜的时间向这位上帝来仰望，就上帝的手领导我们，我们就必蒙福。我们如此的向神来呼求和祷告，都是奉靠你爱子主耶稣基督的名。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教导我们如此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打开今天的新约经文，在历代志上16:7-29。历代志上16，我们从7看到29，今天的起因经文。好，这段经文如此说：那日，大卫初次借亚撒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以色列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盼语。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全地都有他的判断。你们要纪念他的约，直到永远，他所吩咐的话，直到千代，就是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将这约向雅各定为律例，向以色列定为永远的约，说：我必将迦南地赐给你，做你产业的份。当时你们人丁有限，树木稀少，并且在那地为寄居的。他们从这邦游到那邦，从这国行到那国。耶和华不容什么人欺负你他们，为他们的缘故责备君王，说：不可难为我受膏的人，也不可恶待我的先知。
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阿们。愿上帝祝福他自己宝贵无误真理的话语。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赞美全能神。欢迎弟兄姐妹来一同出席今天上午的崇拜，来敬拜这位主。我们祷告主继续帮助我们，能够忠心的每一个主日来忠心来到他面前仰望敬拜和侍奉主。当然我们也从一个祷告的心求主能够早一点打开这个门，使我们可以恢复崇拜。那下一个主日，这个主日学的课程会继续进行啊，戴长老会带领这个诗篇的学习啊。这个来临的周六下午，我们有华语的团契，我鼓励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参加啊。我们的团契，在团契当中，我们可以赞美主，可以敬拜，可以听主的话语，也可以彼此相交鼓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也是一个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彼此。所以我鼓励我们华语部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来参加这个具体的事项。
这个温蒂姐妹会通过这个 WhatsApp 传送，如果想了解的也可以联系温蒂姐妹。那这是一些事工的报告事项，下面呢是我们奉献的时间。我们在奉献的时候会唱诗歌生命是神流通管，三一松。神啊，我们何等感恩，何等向你敬畏，因你是这位独一无二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这位主，你也掌管着一切。我们
也何等的感恩你拣选我们，让我们成为这位上帝的儿女。我们不再是神的仇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将我们一切的罪都洗干净，使我们在神眼中能够成为义，能够成为蒙悦纳的。我们感谢你，在这一周的生活当中，你又保守了我们，让我们这一周能够再一次以谦卑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向你敬拜。神啊，我们相信，我们也依靠你是一位供应我们的主。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你供养了他们，更何况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你岂能不顾我们？你的仆人彼得他也教导我们说，当将你心里面所忧虑这一切能够交托给主，因为主他顾念我们。神啊，帮助我们能够紧紧地抓住你所应许我们的。你教导我们说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所需用的这一切你都加给我们。多少时候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所需要的是钱财、食物、衣服、房屋、车子，但主你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我们生命当中真正所需要的，神必供应我们。是的，主啊，你是这一切物质所供应的那位主，让我们能够信靠，让我们不动摇。我们要继续求主来保守我们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啊，保守我们能够不要被这种病毒所感染，也保护我们远离这个异闻登革热的这份危险。神啊，在这个灾难当中，我们知道神你是我们的依靠，你也是我们的保护。我们也继续为着远东神学院祷告，愿主也保守神学院所有的老师和学生的平安，能够在这段期间能够继续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来教导你的真理。神啊，我们也祈求主帮助在教会里面那些软弱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在身体当中软弱的，还是在属灵当中软弱的，我们祷告主啊，求你全部都顾念，无论是年龄最小的，还是到年龄最长的，每一位都在神的手中是宝贵的。我们特别为着教会当中那些年长的肢体祷告，来交托于神与的恩手当中。我们继续为着来平姐妹的母亲Mrs. Lee 来祷告李太太，求主继续看顾她，鼓励她的信心和依靠主。也为着 Succeed 姐妹的妈妈来祷告，也帮助她能够尽早的完全的恢复健康，使她走路也有力也保守她每一个主日来崇拜主，让她的属灵当中她的心情在主里面都有喜乐和平安。我们也将 Hannah 姐妹的母亲在10月5号要做这个白内障的手术也交托，求主也能够给医生这样一个很好的技术来使手术成功，使他能够得到很好的医治和恢复。我们也求主来看顾 Grace Soon 姐妹能够帮助她两只眼睛都在需要这个做白内障这个手术，也愿神也给她智慧，能够安排合适的时间，也能够早一点让她得到医治和恢复，让他有这个很好的视力，能够参加这个神学班的时候也能够不会那么费力。我们也为着 Desi 姐妹的妈妈来祷告，为她的救恩，求主来能够继续的用你的福音来敲她的心门，让她能够有圣灵的感动，能够打开她的心，接纳耶稣，能够来相信这位主，让耶稣成为她的救主。也为着为着 Elder Money 就是丹蒙玉长老的妈妈也救恩祷告，也求主来怜悯和医治，能够拯救他的这个灵魂。我们祷告主，求主的帮助，能够让他早一点
能够看到耶稣基督才是天下人间唯一的救主，让他看到所需要这位主能够来相信他。我们要为着温蒂姐妹的爸爸的救恩祷告，还有他哥哥的家庭当中还没有信的人都祷告，求主来医治和能够让他们的灵魂都能够归向主。也为着温蒂姐妹的妈妈，就是修理姐妹的母亲祷告，感谢主她能够忠心的每一个主日来敬拜，愿主也继续看顾她，给她力量和健康。我们也为着 Christina 姐妹这个安提的祷告，愿主也继续给她喜乐的心来敬拜主，来学习主的话语，也保守她的身体。也为着那 Elder Mrs. Cole 他们的健康，求主也看顾。我们也为着小薇姐妹的父母王先生王太太祷告，愿主也保守他们夫妇。我们也为着教会当中其他每一位年长的叔叔阿姨以及冰花弟兄的母亲我们也为他祷告，求主也看顾。在教会里面，主啊，每一位年长的肢体在神你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求主看顾他们。也为着那些在身体当中有疾病软弱的，特别是 Jenny 姐妹还有 Jemima 姐妹，他们与这个癌症抗争，愿主也帮助他们有力量，有身体力量和属灵的力量能够得胜。主啊，在教会当中每一位我们都一一的交托，愿这位主能够按着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按着他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来看顾和供应，帮助他们，也带领教会所做的那些各样的宣教合场的事工，无论是在澳洲、缅甸、柬埔寨、尼泊尔、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等各个地区和国家，以及中国的一些事工，我们都向神来交托，愿主也看顾他每一个事工合场上的人能够忠心的侍奉主就在这困难的时候，也他们也更加的依靠主。我们把每一位都交托，求主也再次预备我们的心，在今天的崇拜当中使我们能够与主相遇。神啊，我们祈求愿你借着今天的崇拜使我们对你更加的认识，使我们对自己属灵的生命能够更加得到造就和益处。若我们向你仰望，如此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所要看到的经文在罗马书十六章，罗马书十六章第一节到十六节，罗马书十六章从第一节到十六节，有十六节经文，是比较长一点里面的名字也会有比较多一点找到的话，我为弟兄姐妹来读神的话。第一节，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菲比，或者说姐妹菲比，她是间隔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请你们为主接待她，合乎圣徒的体统，她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她，因她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问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们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问亚里多布家里的人安，
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问拿其树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土非拿士和土夫撒士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又问在主门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又问亚逊其土佛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又问非罗罗谷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同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那这个主日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主题是问安与侍奉。问安与侍奉，其实我们发现在今天这个社会呢，越来越多的人呢，他们忽略了这种一些关于问安问候这样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礼貌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也会变得越来越淡薄，不仅说与这些外人之间，与同事朋友之间，甚至在亲人朋友家人之间，很多人这样一个关系淡薄，就好像圣经当中所教导说，在末后的时代呢，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你会发现今天这个社会呢，越来越注重的是什么呢？那种个人的这样一个隐私，个人的主义，个人的中心。当然为什么有这样的环境呢？你比如现在人很注重一个个人的隐私你的名字、电话号码，你的这个还有的你的生日还有你的这个身份证号码，这些都变成非常非常隐私的东西。为什么？一方面因为今天这个社会你发现越来越多这种诈骗有人打电话这个通过电脑这种邮件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诈骗欺骗，就像耶稣所讲，在末后的时代不法的事增多，人心就渐渐的冷淡，以至于今天这个社会呢有了这样一个防备，一个戒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呢变得总是有距离感虽然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方便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呢却越来越远了很方便打电话发信息WhatsApp 哇，很方便的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在人与人之间现在都保持距离很多时候连最基本的这些问候也都很少了。如果你留意的话，你会发现很多的家庭当中呢，当老一辈的人去世之后，这下面这些年轻人呢来往就比较少出现这样一个不太注重关系，不太注重问候。很多人这种在今天这种社会的观念呢，他们也逐渐的带到教会当中，无形当中呢，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之间呢，也常常保持着一些距离就好像很多人讲到说，在教会当中保持着一个这样一个不正常的但是却非常普遍的关系，你比如说不正常，很普遍但是不正常就好像说，比如说我记得我的妻子她在怀孕期间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流血，然后流血呢去到这个医院去看，然后就是我们很担心这个事情呢就是怕流产，然后到医院问那个护士的时候呢，护士跟我们讲说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我们就问说这个很普遍，但是有危险吗？但是护士说还是有危险
虽然很普遍，但是不正常，这是一个不是，这是一个不健康的一个状况。当然我所讲要表达的就是说，在今天我们很多人的关系当中呢，是很普遍的一个到教会当中 hi and bye 啊，这样一个见面你好，散会拜拜啊，就是那今天我们没有在教会聚集，连这些都没有都省了啊，所以缺乏一个这样一个彼此之间的关系，甚至说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很多人也停留在这一个非常表面和肤浅的一个关系。这是上帝所不喜悦，或者说神喜悦我们能够在基督的里面呢，有更真诚的、更深厚的，甚至跟主之间有更亲密的一个关系。那在我们所看到的这段经文当中呢，保罗他来教导我们这个关于问安啊，作为信徒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来表达对彼此的关心。因为信徒呢，他在基督的身体上是互为肢体，互相依存，共同建立教会，共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样一种关系。那在侍奉主的这样一件事情上面呢，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彼此一同的参与，一起来侍奉。所以你发现在保罗这个人生的侍奉当中呢，保罗他从来没有忽略这个同工弟兄姐妹这样一个问候一个关系，甚至在侍奉当中一同来服侍服侍主。你看到在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不光我们今天读到了罗马书，你可以读一读其他保罗所写过的书信，几乎在所有他所写过的书信当中呢，都有他问安，都有他的问安他向教会弟兄姐妹的问安。你像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保罗提到了很多的名字，大概有26个左右很多的名字，但是呢你会发现每一个名字呢你不一定熟悉，我想有些名字你听起来可能是第一次但是在保罗的心目当中呢，每一个人几乎他不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人物，几乎他不是一个像彼得像这个雅各约翰一样在教会当中使徒高位的人，几乎他不像巴拿巴一样保罗一样做一个宣教士，但在上帝的眼中呢，他们都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或者用另外一句话说，小人物但扮演着大的角色。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每一个肢体在我们的身体当中都是重要的，神不忽略，神不忽略任何一个人。就好像当以色列人在那个掳到巴比伦，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你读到旧约，你会把很多很多的名字哇，读到这个比如这个尼西米跟着多少人回来，还有这个以斯拉，哇，很长很长的名字。当读这么多名字的时候，我们很多人讲，哎呀，直接跳过去了，不要读这么多名字。其实对我们来讲，它只是一个名字，但对上帝来讲呢，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着一个灵魂。我们觉得说可能没有关系，不重要，不要紧，但上帝说要紧，有关系，重要，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非常非常宝贵的，神看他们是宝贵的。虽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保罗那样勇敢坚强，属灵上成熟，有很多的恩赐，甚至大部分人呢都不具备像保罗这样一个能力，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侍奉，用我们的双手，我们的双脚，在神眼中，神都纪念你。记住，神都纪念。就好像在尼西米他一生的侍奉当中，尼西米一直做一个非常重要的祷告，什么？他说：“神啊，求你纪念我，求
求你纪念我所做的。神是纪念的。你比如我们知道当耶稣这个施行五饼二鱼神迹的时候，一个小孩子拿出五饼二鱼，你想想五个饼两条鱼对一大堆的人，很多人，五千多人算什么？但在耶稣眼中呢，记下了，四个福音书全部都有记下了。所以你看看，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孩子的五饼二鱼，但在耶稣眼中呢很重要，而且让记载在上帝真理的圣经当中，让世世代代的信徒每当读到这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不能够忽略这个小孩子的奉献。当那个耶稣看到就是很多人来圣殿奉献的时候呢，很多财主奉献很多钱，但一个寡妇奉献，圣经耶稣说奉献了两个小钱，不起眼，对不对？两个小钱在当时的几乎就是，那在今天可能也就是几块钱而已，但就这么小的事情耶稣要记下来。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我们很大的安慰和鼓励。我们在神的家当中，哪怕我们做一点点的侍奉，耶稣不会说忽略掉，没有，上帝的眼中每一点侍奉都是蒙神纪念和祝福的。所以在这个福音书当中，耶稣说什么？如果你为了先知的缘故，或者为了主的缘故，拿一杯水给到这些先知神的仆人，你在天国是不能不被纪念的，是不能不被纪念，换句话说是一定被纪念。双重否定是为了强调更加的肯定，一定会被纪念的。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保罗一一的列举这样一个问安的对象，以及这些人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成为保罗侍奉的一部分。首先保罗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姊妹或者姐妹菲比，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这个菲比呢，她是坚格里教会，这个坚格里呢，她是在哥林多东部的一个港口就是在这个地区呢有一间教会，而菲比呢是这一间教会的一个女执事。所以很有可能呢，保罗呢是借着菲比来将这封书信带到罗马的教会。所以当这个菲比去到罗马的时候呢，他不是为了个人的原因，他是为了这个教会的工作他顺便呢将保罗所写给罗马教会的这封书信能够带到罗马去。那当这个菲比，这个保罗说，当他如果带着我的信，或者说当菲比到你们罗马教会的时候呢你请你们为主接待他，请你们为主接待他，合乎圣徒的体统，他在何事上要你们帮助，你们就帮助他，因他素来帮助许多人，也帮助了我。换句话说，保罗说，当腓比到你们教会的时候，请你们为主的缘故接待他。为什么？保罗没有说为我的缘故，他说为主的缘故。为什么？保罗不需要说你看到我的面子上你接待，没有，保罗你们是为主接待的。当你们如果为着主接待的话，你们得主的赏赐。如果你只是为了我保罗的原因，没有什么用处如果是我们真正的是为了主的缘故，那他们在内心当中会真诚的，会愿意去接待，愿意去接纳。你说这个接待呢，有一个接纳的意思。这个接待和接纳有什么不一样呢？接纳，首先有接纳，是内心当中在我们心里面接受了这个人。然后呢，外在的我们才会真诚的去接待他，来款待他，来招待他。所以从内心而发，如果我们心里面不愿意接纳一个人，你会发现外表你也可以去好像一个表演一样，好像也会接待他，也会给他倒点水，但在你心里面你是没有接纳他的。所以保罗说什么？你们要接纳，这个接待有接纳的意思。为什么？为主的缘故。因为放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
保罗都强调说，你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去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如果你是为主的缘故，如果你侍奉是为主的缘故，你会从内心当中去做，你会甘心乐意去做。反过来，如果不是为主的话，你会发现你会不甘心啊，不会长久，甚至会想要放弃。你会发现有些人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呢，啊，就在比如说我跟随主这十多年一二十年当中呢，在教会当中我看到过很多人啊，刚开始的时候呢，他们在教会很火热的侍奉，他过了一段时间呢，他慢慢就不要侍奉了，甚至过了一段时间呢，他们就离开教会，你看不到教会当中，在教会当中你看不到他们。为什么？因为有很多时候人侍奉，当你是为着人的缘故，你侍奉，你希望得到人的称赞，到最后呢，你得不到，人没有称赞你，你就会很失望，你明白吗？甚至会苦足在心里面，哇，我这么辛苦的去做，哇，我付出那么多，竟然他们没有认可我，也没有人纪念我，也没有人去甚至说一声谢谢，对我到最后 会难过，会放弃。弟兄姐妹，我问你，你跟着耶稣是为什么？不要为着父母，不要为着儿女，我们每一个侍奉主的人，不要为着牧师，你不需要为着牧师去侍奉，你不要因为哇看牧师来了，哇我侍奉来让牧师高兴，或者牧师看到我在教会当中很积极要做很多东西。我们每一个人侍奉都是为主，这是为什么保罗讲当腓比去的时候你们为主接待，你不需要为我，不需要为我，虽然保罗是使徒，外邦人的使徒又权柄，但保罗你们不要为我接待，你们不是为我，你们是为主，为基督的缘故，合乎圣徒的体统，对待他像对待圣徒一样，给他尊重，甚至他有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帮他，你帮助腓比。为什么呢？他给出原因，因为腓比这个人他是一个配被人帮助的人，用英文讲他 deserve， 你知道他配，因为腓比是一个乐意帮助别人的人，他不仅乐意帮助别人，而且他保罗说什么，他也帮助了我，换句话 他在保罗的事工当中呢，为保罗提供了重要的帮助。你会发现弟兄姐妹，一个常常帮助别人的人一般情况下都会得到别人的帮助，而且也会被神纪念。弟兄姐妹，愿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呢，我们做一位乐于助人的人，看到教会当中有弟兄姐妹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帮一把，能帮的我们就帮一把，伸一把手啊，拉他一把，可能在他需要的时候你帮助了他，在将来有一天你有需要的时候，别人也会帮助你。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当你帮助的时候，为主的缘故，你在天上神为你存留丰富的赏赐。就如同他对这个罗马教会所讲的，你们为主接纳接待腓比，你们在上面有赏赐。所以这是在这段经文所教导我们要做一个帮助者啊。而腓比呢，他是教会当中的执事，这个执事呢是教会当中一个职分，就像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有很多执事啊，有几位执事。这个执事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使徒、长老，这些都是弟兄，都是男人。但是执事呢，有女人担当啊，就好像我们看到在这个间隔里教会当中，腓比就是女执事。因为在有些教会当中，这个缺少在属灵当中成熟的弟兄来承担执事的工作，那教会呢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女的执事呢就会站起来。
这也提醒到我们呢，在教会的侍奉当中，每一个信徒的不仅男的，而且女人，男人和女人都应当包含在侍奉当中。神所设立的这样一个次序是啊，被案例的这些牧师长老啊是男的，神要弟兄做头。这在教会当中，特别是这哥林多前书，你会看到这个神所给我们立下的一个次序啊，弟兄做头，在家庭当中也是啊，丈夫是做头的。但是这并不代表说女人没在侍奉上面没有机会或者没有份，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认真的读圣经，你会发现女子在侍奉当中呢，也扮演着一个不可缺少的角色，不可缺少。在每一间教会当中不能没有女人，每一间教会需要这样一个角色，甚至在一些教会当中没有男人但有女人。在中国我知道很多教会当中是没有弟兄的，为什么呢？很多弟兄他不是不信，他们相信耶稣，但是他们去工作嘛，很多那些工作，在中国很多的工作是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是没有休息，所以他们就去工作，然后女人在家里面啊，照顾家，然后去参加聚会。所以有些教会你进去之后呢，你几乎看不到男的，全部都是女的。这是一些不健康的环境，但是这是一个现实啊。在这一点上，我们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女性在教会当中很重要，在圣经里面也给我们很多的例子。你比如说在祷告当中的侍奉，你发现在教会在这个圣经当中有很多祷告的勇士，哈拿借着哈拿的祷告成就了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位伟大的祭司、先知和士师，那就是撒母耳。祷告很重要。那包括在这个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个先知米利暗，这个米利暗是摩西的姐姐，以色列当中的妇女的领袖。当以色列人渡过红海之后呢，米利暗带领所有的妇女来唱诗赞美和敬拜耶和华啊。那还有狄波拉，我们知道狄波拉在这个士师记当中一个非常勇敢的女士师。当然了，这也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悲哀啊，因为在士师记时代是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个时期啊，人以色列不断的背逆得罪耶和华。那到一个时期呢，竟然没有一个男的可以站起来承担士师的角色，那上帝就兴起一个女士狄波拉，来抵挡和打败以色列的仇敌迦南人。那包括在新约教会当中，像马大玛利亚，是常常侍奉主的人。你会发现主每当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去哪里？他去马大和玛利亚的家中，他知道这一家人是侍奉主的人。包括在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这个圣工当中呢，有许多的妇女来支持他们的圣工。那在教会当中，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角色使和姐妹来侍奉。你比如说诗班，诗班是一个很好的场合。我知道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姐妹，她们喜欢唱诗歌赞美上帝。有很多姐妹她的声音很好啊，将最美的歌声献给谁？献给上帝。上帝造我们的声音，我们将声音献给他啊，这就是荣耀他，这就是侍奉他。当然你不需要把声音唱到那个歌唱家的那个世界男高音女高音那些专业歌唱家的那个水平那个能力，不用。上帝只要我们的五饼二鱼，上帝只要我们两个小钱而已。只要你有个愿意的心，你愿意侍奉主。在我们的华语诗班当中，我感谢主，在我们的华语诗班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弟兄姐妹基本上每个主日他们来侍奉主。这就是侍奉，你自己安安静静的将一段声音录下来，然后呢在崇拜的时候将这样的歌声唱出来，这就是在侍奉上帝，这就是在用你的歌声来服侍和牧养弟兄姐妹。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侍奉。你比如说弹琴，教会当中不能没有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啊。
我们教会当中有很多姐妹弹琴非常好啊，他们在诗班当中，在崇拜的时候，在团契的时候，接着他们的诗歌呢，这个弹琴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我对于我来讲，如果没有弹琴的，可能我唱歌就别人是五音不全，可能我唱到六音七音八音了，我的这个音调有时候就不会很准，所以我需要这个琴声的帮助。包括我们团契的时候，我们之前查经班的时候啊，我们都有一个私情的这个弟兄或者姐妹可以侍奉这一个部分，很好，这是上帝所喜悦的事情啊。比如说在教会当中，儿童主日学非常适合姐妹，因为姐妹很多时候呢对儿童的关心和了解更多一点，特别是那些作为母亲的那些姐妹啊，他们所能给那些儿童主日学的孩子们啊教导出主真理的话。当然了，你必须要学习，如果你要做主日学的老师你要学，如果你不学习，你不明白你如何教这些孩子们，对吗？所以要侍奉的人必须要首先你里面学习和明白主的话语、主的真理、主的道，你才能够教导给其他的孩子们。同样在教会当中这些年长的，你比如在提多的所侍奉的教会当中呢，保罗就告诉他说，这些年长的妇女呢可以教导教会当中那些年轻的妇女。有些年轻的妇女咱们属灵上不是很成熟的，需要帮助的，作为年长的可以给他们一些经验，给他们一些分享，给他们一些教导，在家里面这个侍奉当中，在家里面这些如何教导儿女的事情上面，可以给他们很多的经验传授给他们，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很有帮助啊。包括在教会当中接待啊，你比如做一些，比如教会当中如果有新的啊，你发现有些姐妹她们比较细心，如果有新人加入到教会的时候呢，我发现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姐妹就是这个恩赐啊，看到一些新人加入的，他们马上就能看得到，而且在教会聚会结束之后呢，可以找到这个新的这个参加的人，跟他们说，哎，欢迎你参加我们的教会崇拜，然后跟他讲讲话，让他感觉到被欢迎，这就是很重要的侍奉。我们教会当中有一些会驾车的姐妹啊，之前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区域语言中心崇拜的时候呢，每一个主日有一些姐妹呢，她们把自己的车包括自己奉献给上帝，每一个主日早上啊去驾车接那些行动不方便的人啊，把他们驾到教会当中来崇拜主，这都是侍奉。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很多时候你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我告诉你耶稣一定知道的，上帝一定知道的，被纪念的事情。当然了，也可以做女的些宣教士啊，我知道有很多这个有传福音的这个使命和恩赐的人，有很多女宣教士，她们姐妹传教士，她们去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传主的福音。你比如说有一个姐妹啊，加拿大的一个姐妹叫 Esther， 她常常呢去到中国的一些地方呢做宣教士，也是一位姐妹啊。你比如说像在这个怡保啊，这个 Choilin 姐妹那边现在没有弟兄，她在那边呢就侍奉一个小小的教会，就是用神给他的一点恩赐，他来侍奉主。不管我们有五千两、两千两还是一千两，我们都能够侍奉主。所以在上帝的眼中呢，都是被纪念的。人可能不记得你，但在上帝，你知道吗？在上帝面前有什么呀？有纪念册，你会有神非常浓重的一笔记下来，你对他的侍奉，神不会忽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菲比呢，一个忠心侍奉主的人，保罗说你们接待他，你们接纳他，他有需要你们就帮助他。那菲比之外呢还有什么？还有谁啊？问百基拉和亚居拉安，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与我同工，也为我的命将自己的景象置之度外，不但我感谢他们，就是外邦的众教会也感谢他们。百基拉和亚居拉，这是一对夫妇啊。百基拉呢是亚居拉的妻子，在圣经当中呢有五次列出这对夫妇的名字，他们是以制造帐篷和皮革为生的啊，他们是做生意的。
很有可能呢，他们在这个哥林多啦、以弗所啦，甚至在罗马都有他们的分店。他们通过这些事工呢，一边做工一边侍奉神，一边做工一边支持保罗的工作。所以在保罗的心里面，保罗记得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侍奉主的人。他们不仅侍奉主，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们为了保罗的缘故，甚至将自己的颈项置之度外。换句话说，为了保罗，他们把自己的性命置之度外。因为保罗呢，在他侍奉当中曾经遇到过危险，而百基拉和亚居拉呢，他们为了保罗，为了保护保罗，他们宁愿将自己的生命献上。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真的是侍奉神，愿意将自己摆上给主的人。你看，我们刚才谈到，在圣经当中五次提到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很奇怪的是有四次这个百基拉这个妻子呢都列在丈夫亚居拉之前，只有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亚居拉在前面。为什么？因为在哥林多教会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姐妹呢想要越过弟兄越权，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写信的时候，他一定强调什么呢？弟兄是头。但在其他地方的时候呢，他把这个百基拉写在前面。当然圣经没有给我们很明显的原因，不过有可能是百基拉呢在属灵上面更为成熟一点，对主的侍奉呢也更有热心更火热一点。所以这是为什么五次记载他们，有四次妻子记在了丈夫的前面。所以我们看到姐妹在侍奉当中真的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保罗第一次遇见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呢是在哥林多。按照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二节的记载呢，亚居拉是生在本都，在加拉太省北部，就是现今的这个土耳其的北部，黑海的南岸。但是呢他们侨居在罗马啊，他们就是居住在罗马。他们因为罗马帝国的第四个皇帝格老丢，因为格老丢下了个命令要驱逐罗马人，这些驱逐犹太人，所以呢他们被迫这个离开罗马搬到哥林多。在哥林多的时候呢与保罗相遇了。然后他们夫妇呢都是热心侍奉主的啊。保罗写这份书信的时候呢，他们又再一次迁回到罗马，因为过去一段时间啊，这个第四个皇帝格老丢他已经过世了，他的命令呢人们已经不再重视了，所以他们又重新搬回到罗马。保罗称他们夫妇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同工的，是与他一起同心侍奉主的，共同为主做工的。就好像我们讲到主的工作不是一个人完成的，教会不是一脚踢的。你知道吗？有，我记得之前呢在我们华文部有些时候呢我一个人比如说带到主日学，带完主日学之后呢带主日崇拜，带完主日学崇拜有些时候下午还要去其他这个做其他的一些事工，然后有些人跟我讲说啊，你今天一脚踢啊。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呢，在我心里面我觉得说我不太喜欢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上帝的工作不应该是一脚踢。所以我一直祷告在华文部呢上帝可以兴起更多可以侍奉的人。你比如说在这个团契当中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比如说带领的人啊，带领诗歌，带领崇拜啊，甚至做一个比如说连接其他弟兄姐妹，比如每一次有团契的时候有几个弟兄姐妹可以负责去，一个弟兄可以负责另外几个工作，另外几个弟兄就是比如在我们华文崇拜当中也有很多的工作，我相信我们可以更做更多啊。所以我也祷告愿神也在我们的华文部能够兴起更多的同工啊，让我们可以为主做更多的工作。你比如说在新加坡有很多很多讲华人的，比如说有马来西亚的一些华人，也有从中国来的华人。如果主许可以后我们可以有一些华人事工的话，主若许可啊，当然这个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只能祷告和仰望神。当然神需要人来做主，神做工作不是说哇一个突然一道闪电过来哇人就悔改，上帝借着人来工作。
所以我也祷告，愿神在我们教会当中兴起更多的同工来侍奉主。就好像在保罗的事工当中，有很多提多、提摩太、百基拉、亚基拉啊，这个菲比，以及后面我们读到有很多很多的同工。如果没有这些同工，我相信保罗也不能够完成神所给他的那么多的工作。保罗需要同工，就好像在这里他需要百基拉和亚基拉一样，他的工作之所以有果效，离不开同工的支持。那众教会呢，也为着这对夫妇的侍奉呢，也非常的感恩，相生感恩。并且呢，保罗也问什么？你看第五节，留意这里说，又问在他们家中的教会安。这句话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在初期的教会聚会的时候呢，他们在哪里？在家里面聚会。也就是百基拉和亚基拉呢，他们把自己的家开放作为一个教会，所以弟兄姐妹聚会的时候呢，来到他的家里面聚会。有些人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一点，聚会的地方，教会是什么？主若许可，我们学完罗马书之后呢，我们会学习更多关于教会论的啊一些真理和主题。那这个教会是什么？教会不是建筑物，我们要搞明白，教会是一群神所拣选和分别出来的人，是人。你知道有，当我之前我接触到遇到一些人，他们说啊，你们的教会不是在教堂里面，所以我不愿意去你们的教会。所以当我们听到之后，你会看到有些人，他不明白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不是建筑物，你到那个欧洲，你看很多的教堂盖得很漂亮，很辉煌的大教堂，哇，那个柱子劈了，哇，一二三四五六七，非常庄严肃穆啊，金碧辉煌，很漂亮。里面呢没有人，那是教会吗？那不是教会，那是旅游景点。教会不是建筑物，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哪里会有教堂？根本就没有教堂这一说，他们都是聚在人的家中来聚会。你读《使徒行传》，你能看到他们是在家中聚会掰饼。所以今天我们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呢，没有办法，我们有被迫呢回到家里面聚会啊。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家庭当中啊，甚至比如有些家庭比较小一点，可以跟父母或者跟这个周围的比较近一点的弟兄姐妹聚到一起，只要不超过五个人啊，属于一个家庭性的。我们被迫呢回归到符合圣经这个模式，以家庭的这样一个为单位来崇拜主。那弟兄姐妹，我知道这是非常讨神喜悦的。真正的崇拜不在于外在，而在于内在。你有没有用心灵和诚实崇拜？把你放到最好的教堂当中，最豪华美丽的建筑物里面，如果没有心灵和诚实的崇拜，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上帝也不会喜悦。哇，你们的教堂很漂亮，不会，神不会因为你的教堂漂亮，不会因为你的教堂多么富有，不会因为你教堂的钢琴那些风琴多么美妙而感到惊讶。上帝却会因为你的心的敬畏、真诚、心灵和诚实而喜悦。所以这是关键啊！就在初期教会就是如此啊，像在这个百基拉和亚居拉他们的家里面呢，这就是教会啊。你像我们教会之前在这场瘟疫之前的时候，每一个月第一个礼拜我们都有家庭崇拜兼祷告会，就是都是在家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传统，我们教会这些年来一直都坚守的。但是因为这场瘟疫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祷告这场瘟疫过去之后我们能够恢复。你比如在教会的团契，我们的华文团契之前的时候，每一次华文团契我们都在家中聚集。弟兄姐妹，你愿意打开你的家吗？开放你的家来做团契吗？我祷告主，你愿意，如果这场瘟疫过去之后呢，我们开放自己的家来侍奉主。就好像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每一次耶稣去耶路撒冷住哪里？耶稣一路不住在耶路撒冷，虽然耶路撒冷是非常好的地方，大城市，但耶稣不住在耶路撒冷。耶稣住在哪里？伯大尼。因为伯大尼有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一个愿意接待耶稣的家，
这个家里面可能很简陋，这个家里面的客房不是很漂亮，可能没有今天那么发达的设施，但耶稣愿意去。为什么？因为这个家是非常爱主的家庭。愿我们弟兄姐妹的家庭都能够成为像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一样，一个愿意耶稣愿意居住的家。当耶稣来到新加坡，如果说今天耶稣来到新加坡，我希望耶稣第一个想到的是你的家，耶稣愿意住在你的家里面，这是何等的有福。弟兄姐妹，我相信一个真的神的儿女，没有一个不愿意耶稣住在我们家里面的，我们巴不得耶稣天天住在我们家里面。当然我相信耶稣，只要你是神的儿女，耶稣也正住在你家里，他不仅住在你家里，他也住在你心里。所以今天我们也是恢复到这样一个模式啊，在家庭当中崇拜。那也包括除了这对夫妇之外呢，啊，保罗也问什么？我所亲爱的以拜尼土安，他在亚细亚是归基督初结的果子。这是保罗在亚细亚所传福音结的第一个果子啊，这位叫做以拜尼土的弟兄。弟兄，初结的果子往往都是最难的，初结的果子往往都是最难的。中国第一个近代的这个新教宣教士叫马里逊，当他到中国的时候呢，遭遇到很多很多的反对，在文化上面被反对被拒绝。洋人，因为当时那个人呢，看到洋人叫什么洋鬼子，哇，看到洋人怕得不得了，所以很难传福音。他第七年，他经过七年才有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信主的人，他的名叫蔡高。七年的时间不容易，弟兄姐妹，第一个果子往往都是最难的。你知道我们神学院当中很多这个中国毕业的学生，他们回到中国侍奉的时候呢，因为他们原来的教会呢是一些有些他们的原来的教会是有些灵恩派，有些是受政府控制，因为种种原因，有些不能够回到他们原来的教会，他们重新开始教会。所以就有一些就是从神学院毕业之后呢，他们回去很难。就像我们所讲到初结的果子往往都是最难的。他们每个月都去传福音。有些人来了但又走了。所以为他们祷告，所以那些宣教士需要我们的代祷，为着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啊，这些神学院毕业的学生在我们教会当中与我们一起这个崇拜主侍奉主的这些同工啊，比如说有印度尼西亚的，有在柬埔寨的，有在非洲的，为他们祷告，因为侍奉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看到啊，这是这个弟兄呢，是保罗在亚细亚初结的果子。那除了这位弟兄之外呢，啊，他又提到说，又问玛利亚安，他为你们多受劳苦。这个玛利亚，圣经当中有至少有六个玛利亚啊。你比如说，圣经里面有提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有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有莫大拉的玛利亚，有伯大尼的玛利亚。但是这个具体是谁呢？我们不能确定，因为他没有前面没有形容这是哪个玛利亚。不过我们知道有一点呢，这个玛利亚是什么呢？为你们多受劳苦的啊，就是在教会当中的辛勤付出默默侍奉主的人。教会需要这样的人，默默付出为主付出侍奉主，不为名利，不为地位，不为人的称赞。除了这个为主多劳苦的玛利亚之外呢，我们又看到又问与我亲属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这个安多尼古呢是保罗的亲属，而且呢跟他一同坐监，就是为主的缘故被下到监狱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呢，他没有因为苦难就离弃主，没有因为苦难就离弃侍奉和福音，没有因为苦难就离开保罗，没有，他仍然跟保罗一起忠心的。这个安多尼古跟保罗他们一起忠心的为主坐在监狱当中。还有这个
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也就是他们比保罗先信耶稣，先在耶稣基督里面，而且呢在使徒当中呢是有名望的人。他们可能，其实我们读到这些人你会发现是陌生的名字，在圣经上不常出现，有些呢是只出现过一次，但是呢他们在当时仍然是忠心侍奉主的人。够了，虽然后代的我们可能不了解不纪念，但他们的侍奉在上帝眼中呢已经被记下了，这就够了。因为他们在永恒当中，在神眼中是不能够不得赏赐的。而且还有什么？又问我在主里面所亲爱的安伯利安，又问在基督里与我同工的尔巴奴，并我所亲爱的士大古安这几位在事工上与保罗同工的，还又问谁呀？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这个经过试验，很有可能呢，他是为了信仰的缘故呢，遭受过一些痛苦和患难，但是呢，没有因为这些苦难而否定信仰，也没有因为这些苦难而改变动摇，他没有，因为他的信仰呢是经得过试验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呢都有这样一个旅程，刚开始呢是没有经历的 ，inexperienced faith， 没有经历的。然后呢，随着我们的这样一个信仰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慢慢的会经过试验。你记住，我们的信仰会经过试验，没有一个真信心不会经过试验，没有一个真信徒不会经过考验。当有些时候你经历苦难的时候，或许这场苦难呢正证明你在主里面的信心是真的。就像这场瘟疫一样，经过这场瘟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仍然能够很忠心的每一个主日来崇拜主，这就是一个考验。真经不怕火炼，真信心不怕考验。如果你真正的是信靠主的，那这场瘟疫当中呢你仍然去信靠，丢掉工作我仍然信靠，没有收入我仍然信靠，是家里面没有钱买吃的我仍然信靠。我们都有经历过这些艰难的时候，但没有一个艰难应该打倒我们，就好像没有一个艰难打倒保罗一样，因为我们所信仰的是同样一位主。那除了这个经过试验的亚比利安之外呢，又问亚里多布家里的人安，再一次提到这个亚里多布家里的人，然后又问我亲属希罗天安，这个可能是保罗的他的亲属啊，问拿西树家在主里的人安，又问为主劳苦的土费拿氏和土富撒氏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士安。在这里面又提到几个人这个为主劳苦呢在这里所强调的这个土非士、土富撒氏这些都是姐妹这些都是姐妹，都是为主劳苦。我们能看到呢，在侍奉主的事情上面，姐妹也要不甘为人后为主劳苦，甚至多为主劳苦。在我们教会当中呢如果你留意，你会发现有很多姐妹，她们是愿意为主劳苦的人。可能你没有看到这个她们在背后默默的付出，但是主看得到她们为主也是多受劳苦不畏惧艰辛这个所要付出的代价，所要面对的问题在教会当中有很多。我们感谢主，我们为着他感谢主，为着他们来谢谢主，我们也祷告主来纪念他们每一个人的付出。就好像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来读给大家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保罗所提醒到的，他说，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这个弟兄包括的是姐妹，不光是弟兄而已，他用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
在主里面不是突然的，因为知道你们在主里面劳苦不是突然的，不会归于突然，是一定会被主纪念的。那另外呢，十三节又问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这个鲁弗是谁？根据这个马可福音第十五章，我们猜测到这个很可能这个鲁弗呢，就是为耶稣背十字架的古利奈人西门啊。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一节我们读到，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所以呢，这个鲁弗呢，很可能就是为主，当主耶稣要背十字架的时候，我们记得他的身体呢被鞭打，已经没有力量背那沉重的十字架，所以兵丁的强迫一个人，他叫西门啊，古利奈人西门来背这个十字架。而鲁弗呢，就是西门的儿子。西门当初呢是被人勉强来背十字架，后来呢，必然是因为看见在各个他所发生的一切啊，背主的所感动而相信。当然我们有理由去猜想，当他后来知道自己所背的十字架是那一位为世人的罪而钉在十字架上这位救主所背的，那么我相信这个基督呢，就在这个十字架担当世人的罪，做成了救赎的工作，能为主背十字架，我相信他会感到非常的荣幸和祝福。那我们在这地方也看到他的儿子鲁弗呢也归主了，甚至他的妻子，这里谈到说什么和他的母亲啊，他的母亲，他说什么，保罗说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从保罗的问安可以知道，西门的妻子和儿子呢都信了主，而且跟保罗使徒呢，使徒保罗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这是为什么保罗说，保罗非常的尊敬的语气说，这个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这地方没有提到西门，很有可能呢他已经去世啊，很有可能。那另外呢，我们下面我们读到，你看在这个十四节啊，又问亚逊奇土佛勒干黑米巴罗巴黑马并与他们在一处的弟兄们安。第十五节又问费罗罗古和尤利亚尼利亚和他姊妹并阿林巴并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那这个并与他们在一处的，这里面所暗示的是什么呢？有两群信徒，他们可能分别在不同的地方一起聚会。所以根据本章，就这一章当中所提到的罗马教会呢，至少有四处教会，罗马至少有四处。第一处呢是在百基拉和亚基拉家里面，第二处呢就是亚逊奇土等人在一处的教会，第三呢是费洛罗古等人在一处的教会。那第四处呢，根据这个腓立比书四章二十二节我们知道呢，还有在该撒家里的人，很可能那是另外一处聚会点。所以呢，圣经当中提到这个在罗马呢至少有四个聚会的地方，不同的教会有同样的信仰同样的教义，虽然他们的地点不一样，但他们的信仰是一模一样的，他们的教义是一模一样的，他们同心合作共同侍奉主。就好像在我们的这个笃信圣经长老会当中，比如像科西玛尼堂，像加略班丹堂，像真理堂、帐幕堂和我们的真生命堂啊，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点聚会，信徒也各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的真理一样。所以我们可以在神的真理当中呢有可以有共同的侍奉。你比如说像远东神学院，这就是一个这几间教会一同侍奉的地方啊。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渠道，因为我们的真理、我们的教义、我们相信人的话语都是一百八线的，百分之百被漠视也被保守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教会也需要这样一个合作，就好像当时啊，在罗马四处不同的地方，但他们同心侍奉这位主。保罗既然能在信中提到这么多人的名字，量比他常常在主的面前
纪念这些人，常常为他们代祷。我们许多时候呢，记不起别人的名字，可能因为我们很少为别人祷告。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想不起来别人的名字，可能就是我们在属灵当中的亏欠，很少为他们祷告。当然有些时候可能别人没有讲，没有告诉我们的名字啊，没有告诉彼此这样的名字，但是在我们心中我们仍然为他们祷告，这是好的。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在祷告当中呢，常常纪念教会当中其他的弟兄姐妹，你所知道的名字，能够在神的面前提着他们的名字为神祷告，在神的面前为他们祷告，就好像保罗这样一个常常提到这些人在主的面前祷告的人。这些人呢，大多数不是有名的人，但他们为主劳苦，受过试验，热心侍奉主。这些人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工作，但他们忠心真诚。保罗表达对他们的敬爱，那天上的主更不会忘记他们。弟兄姐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留意，当时的信徒呢，普遍肯为侍奉主付代价。这是为什么初期教会能够迅速发展的原因。当时的教会呢，普通的信徒普遍都愿意为侍奉主付代价。这是为什么当时的教会发展如此非常的好，非常的迅速。那愿上帝祝福这间教会，笃信圣经长老会正生命堂，成为一间每一位信徒都愿意为侍奉主付代价的教会。那么这间教会将成为一间兴旺的教会，高举荣耀上帝的教会，那成为一间许多灵魂被悔改被接纳到基督里面的一间教会，成为许许多多灵魂属灵的家。那愿上帝祝福，让我们这间教会能够如此的侍奉他。那在第十六节谈到，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基督的众教会都问你们安。愿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主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圣洁和问安，在主里面有这样一个对彼此的纪念，让这间教会来荣耀上帝，让每一位信徒来侍奉主。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他在这一章当中所记载的许许多多的名字，虽然有很多的名字不是非常有名的人物，但是他们在主你面前的侍奉都是被纪念的。不仅保罗尊重他们，那这位主更会纪念他们。神啊，愿初期教会信徒那份侍奉的灵魂，在今天我们仍然在这间教会当中，每一位信徒都能够做一个为了侍奉主愿意付代价，愿意荣耀上帝，愿意为主做见证的信徒。愿主看顾每一位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在你里面能够刚强勇敢。谢谢主，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唱我们的结束诗歌。主啊，容我与你同行。Sweet.
愿父神的恩典，主基督的慈爱，圣灵的感动，能够常常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的生活能够与主同行。我们谢谢主，如此感恩和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